近日，蔡康永在某节目中罕见失控落泪，提及自己出柜却被一些人视为妖怪。节目视频曝光以来，蔡康永受到了很多人的慰问和鼓励，冷静下来的他决定把心里话再说一说。14年前，蔡康永公开承认自己是 gay， 在台湾娱乐圈是第一人，他的勇敢也被同志视为标杆和精神支柱。如非必要，蔡康永总是很冷静的旁观分析别人的感情，这群人多数都是异性恋人，而对于同性恋人的生活艰辛，蔡康永更多的是感同身受。在台湾，同性婚姻还不合法，但在一些地方已允许同性登记为伴侣。蔡康永也谈到了同志们对生活的憧憬，想牵着伴侣的手逛街，想组个家庭，想在动手术之前能有最亲近的人签名同意，想在死掉之后能把遗产给最在乎的人，这些都是最根本的生活要求，既不是标新立异，也没有要干扰别人。蔡康永感慨，生活非常麻烦，你我各有心酸，何苦互相为难，希望外界给予同性恋人更多的包容度，让这一特殊人群也能幸福地生活着。夜色的新闻中心，傻报道。